早晨，大香港早晨呢、這个拥抱大香港主义嘅早晨节目啦，咁呢，就今日呢就有我王杨达啦，有阿、啊、尖啦，同埋呢就庄子恩嘅。早晨，系啦，咁<晨>呢就大家呢喺出 e l 俾啲反应，睇下呢，就睇唔睇到，听唔听到，咁啊等我知道呢、這个节目呢有冇播到出街嘅咁样，咁呢就诶。呃 今日咧就唔好意思啊，晏咗开始，因为咧我今日开始试行紧，唔系呢几日试行紧我嘅新嘅计划，就系、是、唔搭车嘅计划，就系、是、咧去边都跑步嘅计划。咁、嗯、啊，今朝咧就有少少高估咗自己嘅速度，低估咗路面嘅障碍咁样，所以咧就晏咗少少翻嚟，唔好意思啊，我之后会再调整翻。 只要調整翻，咁啊應該咧就可以咧，可以再早啲開到咪啦，咁樣咁啊大家放心。咁就誒呢、呃這個都係呢、這個都係我今年咧會做嘅其中一件事咧，就係、是、誒、呃、減少搭車，減少搭車。咁呢個都係誒、呃、我俾你哋嘅意見嚟嘅，俾你哋建議嚟嘅。咁你哋自己參透啦，咁樣就唔好搭咁多車，冇必要唔好搭咁多車。地鐵可以搭下。

日日都講呢個級十九歲的我，咁樣呢就因為十九歲的我就引發呢一個咁樣嘅關於紀錄片爭議嘅風波啦，咁樣即係好怪嘅。其實以前就冇呢啲爭議嘅，咁啊大家咁啊，樣只不過大家因為佢只不過冇上升到社會事件，大家就冇留意啫，咁樣咁啊、呃、其實即係由結論講起啦，拍紀錄片梗係拍，如果拍有細路嘅紀錄片。 又一定係傷害嘅細路噶啦，唔係邊好睇啫。咁樣，殺係會傷害佢噶，唔衰唔唔少拍完個細路，覺得長大咗睇翻佢都覺得冇嘢，咁啊條紀錄片一定係廢嘅啦咁樣，咁咪誒咁啊？但係咧、呃、就誒咁啊，事實上呢、這個睇早幾日節目我都講過啦，咁啊事實上咧就誒啱啱咧就連呢個咁嘅音樂人生嘅主角咧，就呢一個咁樣嘅叫咩啊？王家正啊！ 王家正咧，琴日咧又出咗篇长文。王家正系出一篇长文，就讲咧十几年前咧，咁就系都攞好多奖嘅呢、这个 J K，唔系所谓 K J 音乐人生。咁啊，当年咧呢、这个咁嘅张经纬咧，就靠住《音乐人生》呢一套纪录片咧，亦都系诶、呃、获奖无数。咁啊，亦都攞到好大嘅名气啦，咁样。咁啊，好啊。 咁啊，跟住呢，就誒，佢、呃、呢、这個咁樣嘅係講嘅導演我得好大名氣。咁啊，跟住呢，王家正呢，就事隔多年之後呢，就喺呢一個級十九歲的我的爭議嘅時候呢，就亦都出一篇長文，都七八千字嘅長文，就喺度講呢。就係呢，其實呢，當年呢，就有一啲關鍵嘅片段呢，咁佢最主要就係牽涉到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亦即係佢同阿爸之間嘅關係。咁佢就。 因為年幼啦，就同埋亦都因為誒、呃，即係情緒嘅各樣嘢啦，咁就講咗一啲説話，咁就傷害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如果播出嚟嘅話呢，就會相當之、相當之傷害呢、这、一個同屋企人之間關係。咁啊，呢個呢，就誒係誒。呃 呢一、这個呢一、这個佢就講到就係話當日咧，其實咧佢咧係有不斷咁樣去致電呢一個咁樣嘅張偉誒張經偉啦，亦都有誒，亦、呃、都有喺佢嘅長文入邊咧，亦都刊登翻佢十幾年前嘅電郵啦，咁樣嘅電郵往來啦，就係話俾人聽咧，就係、是、喺、哎、其實咧佢咧就。 唔願意，唔願意嗰個片段咧就播出嘅。咁但係咧，最後咧就個張經委咧都係決定咗咧，就係、是、喺要播出。咁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喺唔播咁嗰條片段傷害唔到你，唔好睇啦。咁個片段對你咁大傷害，一定係糟事啦，係咪先？咁糟事咁，咁你拍紀錄片嘅為咗好睇，拍咩戲都係為咗好睇。有啲人即係、就是、有啲人喺度討論。

即係曾經有最即係世界上最好嘅紀錄片嘅，咁就完全冇滲集任何感情嘅。咁但係呢，就收視又低，又冇人去支持嗰個節目，咁啊結果就冇咗嗰個就係瞬間看地球啦咁樣。咁嗰啲睇得呢啲咁嘅紀錄片先至會冇感情嘅啫，係得呢啲咁嘅紀錄片先至會會會星星之火啊！紀錄片技術難度應該唔大，梗唔係呢？好大嘅紀錄片難度好大，紀錄片係一件揾命搏嘅事嚟。 紀錄片係超級難拍，紀錄片你冇得捕捉啦，咪即系你冇得控制啦，你冇得調動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心目中一定有樣嘢想拍噶，你心目中一定係有啲嘢想拍噶嘛。咁誒誒誒，你一定有一啲，你一定係追求摩擦噶，你一定係追求有啲衝突噶咁樣。咁但係你有時衝突你未必見到噶嘛。 有時係誒、呃，有時有時誒、呃，你想有衝突，佢未必會衝突喺你面前噶嘛，又或者佢未必會爆發嗰個衝突噶嘛。即係譬如舉例，舉例誒，舉例嗰、呃、陣，舉例嗰陣誒誒、呃呃、m a h e l Tomp 誒、呃、分力大道，跟住然之後就誒、呃，即係佢就質問我咧，就成日咧都喺公司度鬧主持嘅咁樣。 咁我就走嚟報咗好多次，次次都冇。 咁點解你唔佢問我點解你唔鬧主持？咁我唔通特登鬧俾你睇，咁冇嘢鬧咪唔鬧咯咁樣。咁唔係咧，可唔可以鬧佢？咁無端端唔可能鬧佢啊嘛咁樣。雖然最後佢都報到啦咁樣，但係都報咗好耐啦咁樣。咁同埋，咁同埋，誒、呃，你仲有一啲嘢就係、是、另外一個難度嘅地方係咩咧？另一個難度嘅地方就係、是、你拍完之後，嗰、那個、剪裁工程係好撚巨大嘅嘛。同埋到底嗰啲嘢剪裁出嚟之後，嗰、那個觀感係好。 定系唔好，又或者系有張力，定系冇張力。你有少少事前係估計唔到嘅，咁所以誒、呃、技術好困難啦，誒、呃、拍攝嘅風險好高啦，拍攝期間嘅風險好高啦，拍攝事後嘅風險都好高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呢音樂人生呢一件事呢，其實呢就同級十九歲的我呢係有啲唔同嘅嗱。音樂人生嗰件事呢，呢不事只不過呢就係、是、證明咗一樣嘢，即係呢個之前我都講咗啦，就係、是。 拍呢啲咁嘅紀錄片一定係會帶嚟好多嘅傷害，一定係會或者佢一定係誒、呃、將個將個拍攝者嘅痛處挖出嚟，個目的就係在於咁樣啊！即係當有個人話拍你紀錄片嘅時候，即係如果譬如拍個子欣嘅紀錄片咁樣，有人話同你拍個紀錄片，咁你拍個紀錄片出到嚟，而你睇完你又會覺得哇好好啊咁樣，咁即係嗰條片冇乜用嘅其實。 即係條片是廢嘅，即係譬如有啲咁嘅紀錄片嘅，譬如係誒、呃，譬如係呢、這個誒。呃 誒、uh, Netflix 咪好拍拍好多呢啲廢嘅廢嗰啲廢嘅睇嚟冇用嗰啲咁嘅明星紀錄片啊，嗰啲跟個巡遊演唱會啊，嗰啲七跟個巡迴演唱會啊，拍完之後一啲衝突都冇嗰啲，嗰啲咪啲咪冇用嘅冇用紀錄片咯。咁又或者有啲係譬如麥當娜自己拍嘅紀錄片咁樣，咁當然爭議性好大啦咁樣，咁但係對佢冇傷害啦，因為佢自己想將爭議性嘅一面挖出嚟啊嘛。咁同埋嗰個紀錄片係關於性噶嘛，嗰、那個關紀錄片係關於關於誒。 诶、呃，当年嘅一个一个一个突破咁样，咁你哈利嘅纪录片咁梗系有伤害啦，因为哈利嘅纪录片唔系伤害佢噶嘛，伤害人噶嘛，哈利自己拍到纪录片系伤害王室噶嘛，咁咁梗系有伤害啦，咪先，所以系一定纪录片一定有伤害噶咁样，咁好啦，咁呢、這个诶诶、呃呃、音乐人生呢个事件咧就只不过证实咗呢件咁嘅事，咁但系个问题咧同《吸十九岁的我呢》咧、那个争议唔同啊，那个争议唔同啊，呢、這个。 啊，uh, 張經委咧，其實咧就係即係第一就係个時代唔同，因為嗰個係一個網絡冇咁發達嘅時代，或者係一個叫做 so cial,、呃呃、social network 上面嘅話語權冇咁大嘅年代，亦都係冇一個誒、呃、網絡批判性冇咁強嘅年代。 咁所以咧，其實咧，乃、就、話、是、張經偉而家當然你都會受到批評啦，係咪先？咁但係都事隔十幾年，嚴格嚟講，佢碌過咗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已經過咗呢件事啊。而家個張呢、這個張經偉同埋呢個張婉婷嘅分別就喺邊度咧？就係、是、張經偉碌得過，張婉婷碌唔過即係呢個去到最後咧，有少少咧係誒嗰個，即、就、係、是、當然我哋會討論嗰、那個嗱。我哋而家即係喺嗰個誒、呃呃、火頭之上。 嗰件事係咪關於同意啊？係咪關於 consensus 啊？係咪關於合約啊？呢樣嘢當然非常之重要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你簽晒合約之後，佢都係會反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要長文控訴你嘅話，其實你簽晒所有嘅合約，你簽晒任何嘅合約之後，佢佢都係佢之之後都係會反嘅。即係等於誒嗰、呃那個誒誒、呃呃呃、之前咪有單 case 咧？ 咪就係、是、嗰、那個、呃、啊！嗰、那個係死我唔記得咗，你大家幫我喺窗補充翻。你大家記唔記得嗰、那個那個唱片封面有 B B 誒潛落去水嗰度，跟完之後追住張銀紙咁樣游落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經典嗰個咁嘅嘅嘅唱嘅唱片封面。好啦，咁、那個唱片封面幾廿年前出咗啦咁樣。咁跟住咁當然係佢老豆老母收錢㗎啦咁樣。<是>好啦，咁但係嗰個好經典㗎嘛。 好經典嘅場面嚟噶嘛，咁、那、嗰個 B B 後來都大過咗啦嘛，咁啲人會揾翻佢噶嘛，就話哦你就係、是、你就係嗰張相個 B B 啊咁樣，係啊咁樣，跟住佢大過咗佢再影一次噶，佢自己大過咗，然之後去潛落水再影一次咁樣，係啊，咁啊跟住然之後跟住然之後點啊，跟住然之後好啦，跟住然之後佢大過咗，已佢自己係攞呢件事係覺得有利潤嘅喎咁樣，咁轉頭點啊，轉頭我啲高狗高鳩翻個樂隊噶。 佢救告告翻樂隊啦！佢話：屌你冇當其時冇得到我同意啊！咁撚樣你明唔明啊？即係所有嘢，就算係會收晒錢嗰樣嘢，佢要反你佢始終都係會反你嘅。佢要屌你，佢始終都係會屌你嘅。佢告翻你轉頭點樣都會告翻你轉頭啊！係一定會嘅，係一定會嘅。問題就係你碌過咗未？你碌過咗未？你碌過咗咧咪會啊？你碌過咗咪冇嘢啊？你碌唔過，你碌唔過冇嘢。所以嗰日，所以日啊。 阿阿、啊啊、陶杰，阿、啊、陶杰用童声嚟到去做比喻咧，唔系百分之百准确，但系有一啲有一啲紫色嘅联系咧，系系相关嘅。好啦，咁但系而家嘅问题系乜嘢咧？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吸十九岁的我嗰个状况。嗱，而家嗱呢、就是、這个咧，即系呢个咁样嘅王家正去出边长文呢件事咧。 其實咧喺音樂人生呢個 case 上面咧，其實係 close case 咗噶啦，即係佢已經係即即係音樂人生呢套戲。 已經係永恆流傳噶啦嘛！而家有啲串流平台都有得睇噶嘛。其實佢已經有有有有曬留低晒，跌咗套闊片，跟住然之後有好多地方都已經有記錄咁樣。咁啊十幾歲啦，咁啊人又大咗啦，咁樣咁啊已經過晒去啦。好啦，咁佢再出嚟去講呢一個，咁啊講翻佢嘅心聲，講翻嘅感受。咁喺佢個人嚟講，或睇套戲嚟講，喺呢套電影嚟講，係誒喺許田話咁，許田話呢件事感覺好似 A V 生法，係一啲都唔撚似嘅。我想講。 唔該，大家去，大家去嚴肅呢個位，我喺我哋嘅節目 group 嗰度已經講過一次啦。唔好有呢種咁咁咁咁咁敗德嘅諗法。嗰兩樣嘢係差距係好遠嘅。咁嗰個當中嘅差異係咩？我就唔想花寶貴嘅節目時間喺度解釋啦。你哋自己咬實牙關，用自己嘅道德觀念好好地去諗一諗佢。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先，講翻呢個咁樣嘅誒、呃、音樂人生呢件事咧。喺音樂人生。 喺王家正嚟到講，佢當然帶嚟咗個傷害啦。咁根據王家正嘅講法就係、是、啊，因為嗰個佢講咗一啲對屋企人嘅説話，講咗一啲對屋企人嘅説話，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就誒、呃、就就呢、這、一個就呢、這、一個誒誒、呃、馬上上映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同爸爸之間嘅關係咧就即刻就即刻就決裂咗啦。 咁啊，跟住咧，然之連讀書都連讀書都冇錢，連讀書都要靠人資助咁樣。咁 <是的 S 1> 但又好老實講啦，如果唔係呢套紀錄片嘅話，有邊會有人資助佢咧？即係你當你即刻，即係當然兩，即係其實係相连噶嘛。雖然雖然佢喺嗰個長文入面不斷不停咁樣去講就，就係話喺呢個古典音樂世界。 呢、这個喺古典音樂世界入邊，呢、这、一個咁嘅紀錄片對佢帶嚟嘅名氣，對佢係冇幫助啊咁樣。咁但係我就唔相信完全冇咯，即係佢一定係會有啲噶嘛。佢點都係有啲噶嘛。雖然你好長篇大論入邊嚇有好長嘅篇幅去話係冇，咁但係事實上我相信淨係交學費嗰 part 都應該有嘅。咁好啦，咁呢個咧就誒誒、呃呃，但係呢啲我猜想啦，我唔知啦咁樣。咁誒、呃，但係但係。 但係無論如何，但係無論如何，呢件事誒，佢、呃、亦都經歷咗，因為呢個紀錄片當然傷害大啲啦。即係如果要衡量嘅話，傷害大好多了。好啦，個傷害咁佢佢而家 overcome 咗啦，佢 overcome 咗，佢 overcome 咗，佢而家再去發表一個咁樣嘅論説，發表一個咁樣嘅佢嘅切身嘅睇法。咁其實最大嘅傷害喺呢一個 moment 嚟講。 都係傷害翻張婉婷嘅嘛，因為喺音樂人生或者喺佢嘅人生，即係無論佢真實嘅音樂人生，或者呢個電影嘅音樂人生，去到而家呢個時刻，對嗰樣嘢能夠帶嚟嘅影響，嚟到帶嚟嘅影響已經唔大嘅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呢一個發聲，佢呢一個聲明呢，佢呢個聲明呢，就會令到大家，就會令到大家呢，就覺得，就會令到大家覺得呢，就係、是、喂。 呢、这個呢、这个嗱果然拍呢啲紀錄片呢，就如果冇好好咁樣去保護個受訪者，冇保護嗰個被拍攝者呢，你睇下傷害會傷害好長遠噶啦！唔好再話，唔好再話，唔好再話，我哋唔好再話，唔好再話，誒誒、呃呃、過咗去就冇嘢啦。 因为之前有啲说法就系、是、关于呢个吸十九岁的我，就系、是、话，诶佢而家唔识谂啫，佢迟啲就会多谢翻个导演噶啦咁样。你睇下王家正咁多年之后都冇多谢导演，咁多年之后都系闹捻翻个导演转头咁捻样。咁呢、這个咁呢个就即系其实刮嗰一巴都系刮落去吸十九岁的我嗰度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就攞住即系原本呢件事差唔多，所以即系咧，即、就、系、是就是、其实所以张婉婷真系有运。 就即係呢件事，本來咧即係講幾日都點夠啦，係咪先？睇呢個咁樣嘅嚇誒，即係、啊呃、社會運動嘅唔係唔係，即係喺呢個咁樣嘅社會輿論嗰、那個、呃、信息萬變嘅環境底下，啊佢又啱啱想平息啦，啱啱想平靜落嚟啦，佢又整多單咁嘅嘢。好啦，整完單咁嘅嘢之後，跟住咧啊，佢屌屘尾又真係又真係真係好撚祝福佢咁撚樣喎。啱啱琴日就公布呢個咁嘅金像獎嘅提名名單，咁呢個咁樣嘅。 呢一、这个咁嘅级十九岁的我咧，就即系呢个金像奖啊，真系冇得顶嘅。即系金像奖咧，系反映即系万轮到无轮嘅，即、就、系、是、完全就佢冇嘢咁啊，照公布咯咁样。跟住最佳电影系级十九岁的我，跟住最佳剪接级十九岁的我，最佳导演又系级十九岁的我。咁啊正啦，咁啊三个奖啦，三个奖提名咁样。其实如果冇呢单嘢咧，最佳电影基本上攞硬噶啦，唔通明日战绩咩戇鸠？ 即係你基本上，如果冇呢單嘢爆出嚟嘅話咧，就已經攞硬最佳電影啦。但係而家最佳電影冇啦，而家最佳電影冇啦。最佳電影咧就因為最佳電影係個參賽方個參賽者咧，就係誒個出品發行出品人，唔係發行出品。咁啊出品咧就其實就係學校啊嘛。咁就即係呢個學校咧，而家咧就宣布咗咧就退賽。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會冇咗噶啦，會冇咗噶啦咁樣。 咁啊！即刻金像奖就受到好多嘅追访啦，系咪先？佢退出最佳电影定系退出就三个都退出噶？而家解释俾你听啦。咁啊、嗯<哼>，那跟住然之后就即刻好多人就喺度追访佢啦，即刻就喺度追访佢啦，就喺度问佢啦，就喺度问佢：喂，屌你点啊？点点会？点会？点解会咁样？仲仲俾个提名佢噶？咁样其实我都想问呢个问题。跟住耳东升就话：吓、啊、冇大件事咩？ 我唔明點解咁大爭議喎？有咩咁大爭議咧？嗱，呢、這個又係即係佢話唔明點解咁大爭，即係覺得好小事。但係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咁樣嘅誒、呃，王家正呢篇長文咧，就係話俾耳東升聽點解咁大爭議？即係當任何人就話吓，好小事嘅，好小事啫咁樣。你一講好小事咧，嗱，王家正呢篇長文咧個個殺傷力就大啦。 王家正嗰篇長文就係話俾你聽，小事，你睇下佢搞到佢書都冇得讀啊！即係王家正個事件 exactly 就係、是、就係、是、因為佢同屋企人嘅關係，就係、是、就係、是、多搞到好大傷害啦咁樣。即係所以我頭先話啊，你誒誒嗰個學費可能都借咗名氣咯，我算啦，我收翻呢句説話，我收翻呢句説話。即、就、係、是、直接嘅傷害上面其實佢原本就唔需要面對呢啲嘢添。 即係其實原本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成、那個誒、呃呃呃、學業啊，或者成個前途啊咁樣，係原本唔需要咁崎嶇嘅可能。咁但係就係因為個紀錄片拍攝咗佢對佢父親對佢屋企人嘅一啲講法、一啲説話，然之後嗰啲説話佢唔想出嚟嘅，佢唔想播放出嚟嘅，結果就播放咗出嚟。咁然之後直接嘅影響係咩？直接嘅影響就係佢老豆唔幫佢交學費。咁我跟住然之後佢就。 离晒谱啦，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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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啊，咁啊仆街啦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成头家散咗啦咁样，咁你唔可以话伤害唔大嘅、哦，即、就、系、是、你以东升，如果你再问一个问题就话、是、吓，点解咁大争议啊咁样，咁佢仲话诶唔系，而家而家土耳其死咁多人、哦，我觉得嗰件事大啲嘅咁样，咁唔关事嘅系咪先？唔关事嘅、哦，唔通而家即系唔通唔通。就是 唔通土耳其而家死咁多人，我而家喺我而家喺度打到阿詹残废，跟住你都可以唔理啊？唔关事噶，系咪先？嗰件事系严重就严重啦。土耳其死几多人？土耳其死几多人？眼前发生嘅事系严重就系严重噶啦嘛？咁样咁诶，好离、呃、地嘅，即系、這、呢个即系又呢、這个又体现咗金像奖嗰种离地啦。 咁啊，可能即系佢哋覺得啊，今年電影興旺啊啲咁樣，啊唔好咁多波折啦，大家誒開心心做好件事啦咁樣。屌，咁而家唔係開心心啊咁樣。咁啊，咁嗱嗰個最佳電影就退出咗啦咁樣。咁但係其他嗰啲獎呢就退出唔到嘅。點解呢？因為呢就唔係話個電影公司唔參加就唔參加嘅。咁嗰個導演獎，譬如好似最佳導演、最佳剪接，嗰、那個頒俾嘅人㗎嘛。嗯 即係你套戲係唔會消失咗啊嘛！嗱，首先咧，嗰、那個邏輯係咁樣嘅，嗰、那個咧就第一就係係啦。而家 c h 啱啱有人問啦，點解其實停止點解停止咗放映嘅戲可以攞金像獎咧？咁樣其實嗰個計法係你放映咗幾多少，唔係話你停唔停止，因為任何嘅因為任何嘅電影，佢總會有停止嘅放映嘅時刻㗎。 佢總會停噶，佢唔會唔停噶嘛。屌個女屘，佢總會落畫噶，係咪先？佢而家只不過所謂停止公映，只不過係佢公映過噶啦嘛。提早落畫咁。佢而家只不過落咗畫啫嘛，明唔明啊？而事實上之前咧，以前咧都試過咁樣噶。有時咧為咗攞金像獎咧，譬如舉例誒係誒，其實明明係暑假檔嘅咁樣，或者其實係可能係誒誒，即係可能其實係下年嘅戲嚟嘅。 咁但係咧就、呃、可能遇咗復活節檔期嘅咁樣，咁但係為咗攞金像獎咧，咁會點做咧？就會喺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做一堆優先場，嗯，就做夠嗰個優先場嘅數，然之後就抽翻起佢，就未正式上話嘅，就先做啲優先場。點解先做啲優先場咧？就係、是、為咗符合參加金像獎、那個個個個個 criteria 咯。咁所以而 你接即係張婉婷做呢一個咁樣，張婉婷呢一個咁樣嘅級十九歲的我，佢老尾佢做優先場，做咗七百幾萬票房翻嚟噶啦嘛。你好多公映嘅戲都冇七百幾萬票房啦。咁你做咗咁撚多場優先場啦，你梗仲要仲要正式都公映個全線上映過一次，好似一日定係兩日咁樣。咁你再加埋，你唔好計嗰個所謂全線公映。你之前嗰個優先場根本就公映，嗰、那個優先場根就呃鳩人，你根本就呃鳩個細路女。 佢上年八月首映完之后，上年八月首映完之后，根本就已经系谂住公映噶啦。咁嗰阵只不过就系阿玲发脾气，情绪病，又要睇心理医生。跟住心理医生，跟住心理医生又又话：，啊、哦，其实唔适合公映嘅咁样。好、哦、得，我哋唔公映，我哋包场，我哋包场，我哋包场俾啲咩人睇啊？咁样，我哋包场俾啲市民睇咁样。好、啊，咁边个市民啊？咁样，个个都系，个个都系，好多渠道买飞嘅，你知唔知啊？ 好多地方買飛噶，好多 channel 買飛噶。你其實你誒、呃，其實等於係公映嚟啊。跟住然之後你，你其實最近啲票房咪好好嘅，最近啲電影票房咪好好嘅。嗰個係最近啲電影票房咁好，其實同誒、呃、大家落區你就知道，其實點解最近啲電影票房咁好嘅？其實同啲地區網絡去去去包場好有關係嘅，你知唔知啊？ 要留意下啲 banner 咧，成日都有睇戲活動嘅。其實最近、er, 經常都有睇戲活動嘅嗰啲，不過我唔講俾你聽睇咩戲啦，又唔講嗰啲係乜嘢組織啦，嗰啲咁樣。咁其實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嘅嘅一啲誒、呃、包場活動啦，一啲咁樣嘅團體活動啦咁樣。咁但係嗰啲所謂團體咧，嗰啲所謂團體咧，其實可能係石結尾街坊嚟嘅咋。 咁嗰啲所謂嘅團體其實只不過係、呃、或者係深水埗區街坊嚟嘅咋，咁跟住就已經係呢度又包咗團，嗰度又包咗團,團，就包咗好多好多團。咁所以呢，就佢个、那個戲公映咗已經係事實嚟噶啦。好啦，而家誒點解最佳電影可以退賽呢？就係、是、因為如果最佳電影頒獎嘅時候，嗰、那個得獎單位係英華嘛。咁英華話我唔攞呢個獎，我唔攞呢個獎，咁咪？ 咁咪誒，咁咪咁你冇得班㗎，你冇得班俾佢啊咁樣。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好啦，咁剪接同埋導演，咁就睇剪接同導演攞唔攞獎嘛。好啦，咁於是乎咧就係、是、咧呢、這個咁嘅導演就出咗聲啦。咁啊導演就係張婉婷啦。原來仲有另一個聯合導演嘅叫咩名伟啊？郭偉倫。咁啊係郭偉倫肯唔肯定啊？睇先。就呢個咁樣嘅，呢、這、啊、個、叫你睇定啊？ 叫咩名？系郭伟伦，郭伟伦同埋呢个咁样嘅张婉婷咁样，郭伟伦同张婉婷咧咁就，张婉婷就话，诶咁啊唔好啦咁样，但系郭伟伦就话，张婉婷就，张婉婷之前接受访问啊嘛，张婉婷接受访问，诶诶诶诶就话，就话，诶，唉、呃，即、哎、系、就是、之前啊停止供应嘅时候，佢就话。 人梗係重要嘅作品啦，咁樣人梗係重要作品啦。咁、嗯、但係咧呢一、這個咁樣嘅、那個叫咩話？郭偉倫郭偉倫咧就話：嗯，佢會繼續接受呢個咁嘅提名。咁佢就話，因為作品本身都有生命嘅咁樣。唉、哎，咁我好撚亂啊！而家咁而家到底係作品緊要嘅人啊，定係作品就係一個人呢？咁如果作品係緊要嘅人，但係作品本身又一個人喎、啊，咁樣咁啊冇計啦。咁作品佢本身就係一個人啦、啊。 咁你冇咁咁咁变咗佢都好重要喎、啊，咁佢都好重要喎。咁啊，郭伟伦咧就话咧，诶、哎，我都系会继续，我都系会继续去诶、呃、接受提名嘅咁样。佢就话啊，因为个电影咧本身咧就已经有生命有哼哼啦，同埋你经历咗咁长嘅时间，咁啊好有价值，哔哩吧啦嗰啲咁样，呢、這个先系心底话啊嘛，你明唔明啊？呢、這个先至系佢哋嘅心底话啊嘛。其实呢个亦都系入而呢个亦都系所有所有做。 即係點解呢個亦都解釋咗啱啱早幾日我做節目講嘅就係話點解咁撚撲街嘅一件事，喂已經擺明嘅是非黑白好撚清楚噶啦咁樣，喂嗰、那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嗰、那個嗰女仔係嗰個女仔、那個、已經係已經係話我唔想播放啊咁樣，我已經係唔想播放。 我唔想播放，你都照样播放。你唔撚，你要去感受到嘅，你唔撚佢嗰個傷害。咁好啦，咁但係點解咁嘅情況底下都仲有人會出聲去撐張婉婷呢？去撐學校呢？點解黃秋生啊、陶傑嗰啲咁嘅情況都會撐呢？嗰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郭偉倫嗰個心底話，係咪 <coughs> 郭偉倫？係<是>郭偉倫嗰心底話就講出咗大家心里邊嗰個諗法，就係、是、喂。 你知唔知拍一套紀錄片好夠難噶，同埋十年，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啊？我仲可以拍唔通呢套唔拍呢套啊呢套唔好上咯，我哋拍個另一套咯。屌你啊！張敬廷點樣拍個另一套啊？佢拍唔到啊！所以你明唔明嗰種肉緊嘅程度啊？點解咁撚搏老命啊？點解狼死？點解就係、是、喂？如果如果如果係？ 可以嘅話，如果係第三世界國家嘅話，其實嗰個最其實就買空喐喐撚咗阿拎嘅啦，你明唔明啊？懟冧咗佢，又或者佢即係哇受到好大嘅傷害，跟住然之後佢誒、呃、自殺死咗咁樣，咁你嗰個就哇我直直頭要做更多場戲去悼念佢點嘛。怎」呢、這個最後嘅倩影啊，留低嘅生命嘅最後記錄啊咁樣。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 而唔俾人懷疑，而家我講咗出嚟，大家就會好多懷疑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未喺咁樣之前呢，唉，我哋踢爆咗。即係如果未咁樣講之前呢，就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其實想咁做嘅啦，可能可能，即係唔係話真係會，唔係話真係會想去做一件咁嘅事，唔係真係話想去殺人，而係即係話嗰個嗰個。那個 呢個比喻嚟嘅，OK，呢個比喻嚟嘅，OK，呢個係一個呢個係一個比喻式嘅陳述，OK，就係話你想套戲想上畫嗰個渴望程度係渴望到去，渴望到去不惜一切、不擇手段、不惜殺人咁制嘅比喻，OK，比喻。咁但係當然唔會咁做啦，亦都冇辦法咁做啦，冇辦法咁做啦，做唔到一件咁嘅事啦，咁樣。咁但係，喂，已經做唔到啊！咁但係。 如果攞到最佳導演咧，如果攞到最佳剪接咧，如果攞到最佳電影咧，咁會唔會令到即係佢哋仲有一絲稀奇？啊？佢仲有一個諗法就係、是、話：如果呢套戲攞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咁證明佢嘅價值好高喎。一個價值咁高嘅一套戲，如果大家睇唔到，咪好可惜咯。 即係嗰個又會形成咗另一種輿論噶啦嘛，係同埋嗰個輿論係鬥浪冚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即係鬥多嘅啫嘛，人海戰術嚟嘅嘛。跟住然之後慢慢就累積下啲字，累積下啲累積下啲講法就，就係話唉，其實個女仔傷害我都明嘅咁樣，但係其他女仔咧，其他佢哋嘅生命嘅歷程咧，其他佢哋嘅嘅嘅其他人嘅心血咧，咁樣開始就會慢慢咁講呢啲，咁跟住唔知大家鬥搶咯。 大家斗出，跟住然之后你再揾啲嘢去人格谋杀佢咯，即系你真系谋杀佢就唔得啦。嗯，你真系谋杀佢唔得啦，大家知谋杀唔得啦。咁但系你可以人格谋杀佢啊嘛，你开始譬如去临作噶嘛，开始临作嗰啲做嗰啲嘢咁样咯，就系话诶，虽然临作唔系特登嘅，我相信。咁我譬如话嗱，其实佢以前都拍过短片噶，佢以前都想做演员噶。你睇下佢，佢都想俾人哋睇到噶。哦，原来佢有开 I G 噶、哦，原来 I G 都会影，佢都会吓。

攞咗奖，跟完之后就，唉唉呢、這个奖真系好，唉但系好可惜啦，好可惜，嗰件事变咗个憾事，即系佢喺电影上面嚟讲，佢有一个遗憾啊嘛。好啦，你攞咗奖喎，攞奖有个遗憾喺度，唉冇办法啦，那个女仔唔想。 個女仔唔想咁樣，跟住然之後就，最後咪變翻鬧下拎啦，跟住。跟住唔會咁快住，慢慢先咁話。唔係啊，那個女仔唔想，我哋都要尊重佢咁樣。你要顯示咗、那個導演同埋個團隊為個女仔已經付出咗好多啦，係好關顧佢嘅咁樣。跟住慢慢先將嗰啲女仔嘅負面嘢逐樣逐樣挖出嚟。 首先就話，首先就整條錄音出嚟先啦，咁樣就話，誒整個錄音，跟住女就扮咗嗰女仔嘅聲啦，嗰啲咁樣，所以就係話：哎呀，哎呀、欸啊欸啊，你知唔知啊？成班友又會邊度玩事啊？哈哈我話整情緒病，我有撚咩咁樣？咁啊，係咁啊，跟住嚇屌你啊！佢唔係佢嚟噶，咁樣咁當然驗正聲明啦，就我把聲唔係我嚟噶，咁樣手段好卑鄙啊，嗰啲咁樣。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再。 再披露其他嘢啦，再披露其他嘢就係話，唉、哎、佢原本啊，佢原本啊都想做明星啊，又呢又路啊嗰啲咁樣，好啊，咁啊跟住之後又唔得啦咁樣，咁啊跟住唉、哎、又又又,又有啲爭議啦咁樣，好啦、啊，跟住再最後 final step 就係咩呢？就出絕招啦，就是、出絕招啦咁樣，哦原來佢撐警啊，原來那個女仔男屍嚟噶。 唔怪之得啦，原來嗰個女仔而家去咗，唔知做嗰啲乜鬼嘢，建制背景嗰啲咁嘢，唔怪之得啦咁樣。係咁啊，这大家咁就，誒咁或者要咁啊犧牲一套電影，咁不如就上映翻啦。咁啊，跟住聯署咯，跟完之後就開啲誒誒誒開啲聯署啊，咩有十萬個人，有十萬個人支持，有十萬個人支持個電影重新上映啊咁樣，咁啊上映翻咯咁樣。咁就如果我冇講出嚟個 step 就原本係咁嘅。 咁但系而家因为我讲咗出嚟，咁佢又要转桥啦咁样，咁转桥转咩呢？咁我就唔知啦。但系我都觉得佢最后系会用某种形式若干年后啦，可能系三年啊，可能两年、三年咁。其实大家又唔捻记咗件事噶嘛？又或者其实另一个另一个方法就系、是、你底里唔知做咗啲乜嘢，跟住然之后，诶、呃，你结果张婉婷过咗两年之后又同阿玲又和解咗咁样。 跟住大家就出去合照。咁但系我哋中间底里发生咗啲咩事我不知道，我哋唔知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又又又上映翻啦，就系、是、咁样咯。D V D 系咪仲埋紧嘅咧？唔捻知啊！哦、学校个 D V D 其实可能仲系卖紧咁样。唔捻知啊！有机会会睇到，其实唔捻知，其实要睇实睇到咧，要睇实睇到咧。单,单播到周围都系咁样。 一一多数都睇到啦，咁一百张 DVD 咁样，系啊，又或者流出啦，嗰啲咁样啦。咁呢个系诶，呢、呃這个就系、是、诶，睇下佢到时个桥点样扭啦，咁样过瘾嘅，过瘾嘅咁样。咁就诶诶，佢、呃呃、叫咩嘛？郭郭伟伦，郭伟伦系嘛？郭伟伦最佳电影啊嘛，好啦，我咪最佳导演啊嘛，系嘛，嗯、好啦，我投你一票 我投你一票，我有票嘅，<laughs> 我有票，我投你一票咁样。好，喂，咁我哋咧呢一节咧就到呢度。因喂，有货金，你读货金啊？系呢一个庄志恩一百蚊，恭喜又上翻神一 Q 听钟，同埋 <laughs> 感只，同埋一千蚊你上嘅请你食。 個靚早餐，Q 聽眾，Q 觀眾，感謝同埋尖尖細一，快啲好翻。巴油之路不容易，千字文加油，係啊<謝>，就時、是、三條課金。係啊，感謝啱啱上翻神一啊，繼續拉遠距離，唔好俾阿妹追翻上嚟。你講一號莊子欣嘅點解？為因為因為大家已經記住咗啦。係啊 <laughs> <laughs>。 靠大家啦，感谢，继续货金。好，喂，咁咧就喂，我喺榜外边，我哋货俾我，货俾我咁样，货几多都唔会上榜，我真系。试下。喂，咁咧我哋诶呢节到呢度，唞一唞，转头翻嚟继续。